运用意识这一章啊，再重新讲一下。一方面呢，是由于咱们康复部啊，现在基本也独立了，所以这样呢，咱们在讲智能功简介，基本上是按照康复部的要求这么来讲的。运用意识这一章呢，更是咱们智能气功的关键的部分，所以呢，咱还需要结合着康复部的情况呢，给大家再讲一讲。咱们在讲运用意识，在讲气功，气功的定义，咱们就突出了，讲了一下。气功啊，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要通过自己主动的运用意识，这样来改变自己的身心健康素质。如果没有主动的运用意识，达到的身心健康，那就不能叫气功。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气功为什么这样强调运用意识。反过来说呢，运用意识，它怎么就能够改变人们的身心健康？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积极主动的去运用意识？这一章啊，主要讲这么多问题。首先呢，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意识活动。咱们说运用意识是什么呢？意识就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咱们每一个人都要思想，都要想事情，我们的思想活动就是叫做意识活动。当然从气功的科学高度来讲，意识它所含的内容是比较多的。你说意识怎么形成的呀，你说意识的内容啊，意识的层次呀，等等这些内容呢，我们在这儿就没有时间多讲它了，只能给同学们简单的说，意识活动就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就是我们的思想。这一点呢，同学们得特别特别注意，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脱离不了意识活动，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自己思想怎么样活动，思想起什么作用，这思想怎么来的，对人体重要意义都没有考虑过它。我们从气功科学高度来看呢，我们人最最根本的活动就是意识活动喽。如果人没有意识，那么就不能叫做人了。比如说这一个人昏迷了，昏迷了他就没意识了，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病态了，一个严重的病理状态了。所以那样的人就和咱们普通说的这个人就不一样了。又比如我们睡觉的时候，清醒的自觉的意识没有了，但是我们人睡觉的时候呢，这个人我们就说他睡着了，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因为一个正常的人要进行生命活动，他必须和外界交往，他必须有他自己的生活内容，而这些生活内容或者说和外界交往都必须有我们的精神活动，有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有意识。从这个高度来说呢，我们这一个人，你是不是达到这个人应该具有的这一切特征喽？那么它的根本就在于人们的意识活动。我们大家必须对这个人，对我们自己要这样看，我们这人是什么？我们这个人就是在自己精神支配之下和外界去进行一切交换活动，而和外界交换过程当中呢，
是在我们社会上人和人之间这样发生关系来完成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干活生产，这是和自然界的活动，但是你要去生产要去干活还必须得和人来发生关系。买东西大家去结成伙一块儿去干这些工作，如果没有人，一个人去和大自然去发生关系啊，那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大家学练气功啊，首先应该懂得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就在于人有精神活动，而这个精神活动是在社会活动当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社会活动当中它在发生作用的。这个社会呢，大字国家民族，小字家庭，个人交往，这都是属于社会。所以我们大家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生活已经习惯了，就不以为然了，就想象不到这还在起作用了。同学你们想想看，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他能生活下去吗？他说我一个人就行。你一个人就行啊，那您也是已经受了社会各种的影响，社会已经造就了你了。别人也讲说鲁滨逊一个人生活很多年，他首先已经生在社会上生活几十年了，他有了人类的语言，他已经懂得一些科学知识，而这些东西都是社会上给他造就的。我们每一个人那会说话会干事情有知识，这些知识哪来的？不就是社会上来给你的吗？如果这一个人生下来就离开人了，不在人世间了，如果他就到一个没有任何生物的地方，这个孩子肯定活不下来，因为小孩子还没有任何生活能力，所以离开人就活不了了，他就变不成人了。有个别情况，那小孩子生下来之后脱离开人世了，被动物叼走了，在那个动物群里边长大起来了，这样呢他活是活下来了，但是由于他没有得到人的帮助，他没有接受人的信息，也就是说他没有在社会里面生活下来，他就没有人的和社会的经验，这么一来呢他的发育都发生变化了。咱们前些年呢国外报道过狼孩、虎孩、狮孩、象孩、猴孩，号称各物动物的孩都有。咱们中国前些年呢还报道过猪孩。而这些小孩怎么回事情呢？生下来之后他没有很好的在人群当中生活，生活在狼群里面去了，长大了以后呢他也不会说话，也没有人的感情，而是和狼很相像。他不喜欢站着走路，而喜欢什么呢？爬，跑，用四个腿跑，手不离开，这么去跑去，有咬人叫唤，说话不会了。这里说我们一个人呢、啊、生下来本来是一个人的孩子嘛，但是由于他没有接受人这个社会里边的各种的经验，没有学会人的思想方法，这么一来呢他就变不成人喽。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人的本质是什么？首先是由我们这个人体，由我们的人体自身，但是光有了这个人体自身呢还不叫个人，放到我说的那狼孩、虎孩、猴孩、狮孩、象孩啊、哦、还没有象孩啊，就是狼孩、虎孩、狮孩、猴孩，像这些孩子他那个身体不也照样有吗？
但是我们不管他叫人，我叫狼孩，因为他没有人的思想，而有狼的那个习性。所以我们讲，我们这个人最最根本的和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根本就在于有我们人的思想，有人的精神，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改造大自然，改造世界。所以我们同学们呢，对这个精神，对这个意识，应该这么就高度的去认识它。我们不能就认为自己身体，哎呀，这是我，这是我，我就是肉体。不错，它是建立精神的基础，但光有了肉体还不够，哦，还不够。所以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就是我们说的意识。既然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精神，那么我们现在讲要通过主动的运用意识来解决我们身体健康，解决我们身体问题，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用我们人的精神来改变我们人的肉体。因为这个肉体只是建立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没上面一个上层建筑，那还是不行。这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自身的人自己这个上层建筑来改变人的自己的物质基础。咱们讲运用意识呢，就是要自己主动的来使自己的精神活动符合练气功的要求，使它符合人们的正常的健康的生命运动规律。因为咱们人要正常的活着，它有很多规律，而这些规律呢，又都是在精神活动支配之下来起作用的。我们练气功运用意识，就是要自己主动的把这个精神活动让它符合练气功这个要求。它符合练气功的要求了，就会自然而然的来改变人的身心健康状态了。我们练气功讲运用意识，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是意识？意识在人生命活动有多么重要？在这一点上呢，就给大家简简单单的说这么一点。讲了这个问题，大家可能既要问，那么精神在人体里面，在人体生命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不然它为什么能够改变人体的生命活动呢？能够改变我们人体这个生命基础呢？其实这个精神活动在人体里边是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大家也是没有注意它就是了。我们大家只要懂得精神在生命活动当中起到什么作用之后，那么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正确运用这个意识的作用了。咱们下面呢就开始讲这个意识在人体生命活动当中所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啊，我这一边讲，同学们呢，你就要跟着我讲，一边想一边体会啊，想一想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情。这个人的精神有多少作用呢？我可以从以下这么几个方面来讲。第一，首先的讲，精神它能够使我们人的力量发生变化。怎么样变化呢？当你精神集中，或者说这个思想比较积极，这样呢就可以使得你力量增强。反过来说呢，如果你精神涣散，思想处于一种消极，就是不积极状态，精神涣散，就可以使得自己力量减小。我们大家刚一听这句话呀，可能觉得不好理解，似乎是说，比如我原来没有力量，
一量小，精神一集中，一想干这个事情，非常愿意干这个事情，就能产生精神了，就能产生力量了。我说对，就是这个样子。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有人说呢，哎呀，说那天我一着急来了一股急劲儿啊、哦，一着急来了一股急劲儿，这什么呢？比如说搬个东西，本来搬不动它，啊，搬不动，可是一着急，把它搬起来了。这一点呢，像类似这样的急劲儿，咱们过去的在战争年代比较突出，有很多老革命在打仗的时候有过这种情况，在环境或者这个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或者敌人追呀、啊，或者追敌人呢，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之下，碰上墙了或碰上河沟子了，本来是很宽的，一激动一蹦，哎，过去了。我记得在前些年我讲课呀，碰到过些老同志讲，在我们老家也是属于在河北省的，等于在这个边区里边呢，常有这个两个拉锯呀、啊、游击队的跑啊，常有这种情况。我们老家呢是挨着王凤岗的地，土匪头的王凤岗的地区。咱们那个游击队呀、啊，有时候晚上啊，有的时候被这个国民党的土匪那个国民党的队伍追着跑啊，挺宽那个河沟子，一丈多宽，两丈来宽，一蹦就过去了。我们那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咱们游击队、八路军都是菩萨兵，有菩萨保佑。说那国民党一追啊，我们这个菩萨一飞都飞过来了。但是老百姓这种的良好祝愿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为什么说是菩萨兵呢？因为他不可想象啊，本来两丈来宽那个河沟子跳不过去的，他一蹦蹦过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情，觉得很神秘，所以老百姓呢来个赞扬的口气啊、哦，菩萨兵。其实是菩萨兵吗？不是，那就是我们那些个咱们这些游击队们呢，当时在这种紧张环境当中，精神集中，一跳就过去了。因为他们看那个写小说的，要到写到这个地方都怎么写，一看到什么后头有追兵，前面有小河，什么心潮澎湃，想到了祖国的前途，想到革命事业，一攒劲儿过去了。我跟那老革命讲啊，他当时想不了这么多，当时什么也想不着，就直接往前跳啊，还想那么多，想那么多，爹那刺刀就扎上你了，没那么多事儿。他说那是写小说他们编的，那是。咱们看写小说是写的，就是往往都是这么写，所以其实当时那些英雄人物他都不是这么想，想不着这些东西，那是他们平时的思想锻炼，到了个关键时刻就是精神专一，连想我要跳过去连这个概念也没有，到那这一想跳马上就变成力量，赶紧就跳，精神和活动或行动合成一体了，一下过去了。这就是精神集中而产生强大的力量。咱们练气功就是练这个，就是要通过练精神集中把力量强起来。大家说他练气功能行啊，练气功行啊，你看那些练硬气功的，他们不是力量很强大吗？我曾经有过一些练气功的朋友们呢，他们搞表演，那在以前了，那上海牌的小轿车，他们从后面拽着，他拽住之后，你从前面开马开车呀，开汽车那开开就开不动，那个轮子当地是嘟嘟就转，车走不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练气功，把这精神集中这个过程给你强化起来了，精神集中强化起来了，力量就跟着加强了。讲了这么多问题啊，可能同学们还不能理解这精神集中。我再给同学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要想去拿个东西，
想去拿个东西，往往你必须的讲哦，我要去拿它，先想着去拿之后你才能去拿这个东西。就这么一个水杯，你要不想拿它都拿不起来。拿一个毛巾，如果你不理它，你家怎么待着，别人给你个毛巾搁在你手里边，你也不会攥住它。你只有精神集中，想拿过来，想去拿它，精神往这一集中过来，才能够起作用。很小很小的事情都是一样，都必须用精神支配。另外，这个精神呢，你用了什么强度？我今天我想拿这东西，拿50斤的，一想是50斤的，一拿50斤拿起来了。是20斤的，一想20斤拿起来了。100斤的，所以是100斤，一拿拿起来了。这什么情况呢？这什么道理呢？这就是我们精神集中，它对象是什么样子，你脑子里边就给它发了一个命令啊，这是50斤，我要得拿50斤的力气来克服它，得拿出50斤的力量来才能把它搬起来。如果有的东西你不给它多少斤，不给它多少斤呢，就容易出事儿。有的时候你计算错了，不是有意计算，你比如说搬这个桌子吧，咱这个桌子习惯上十多斤，再沉一点的也不过20斤，已经生活上有经验了。你搬桌子一搬，经常搬的，有过这个经验了。如果这一次请你搬这个桌子，一搬它不是这个普通桌子，它是个什么呢？它这个桌子也这么盖着呢，怎么盖着呢？盖着很多布，你没注意以为是个木头桌子，它是个铁桌子。这个铁桌子一搬搬不起来，弄不好就把腰抻了，说闪了腰了，抻了腰了。咱们北方都懂这句话，抻了腰了，抻一下啊，说抻一下，就一抻抻一下。这什么道理呀？这什么道理呀？根据我们的精神，你本来准备了要搬这个桌子是10斤就够了，你把这个气，身体里有气，把这个气往外一掉，掉到手上来，手上变成力量，变成力量了，变了10斤。普通桌子应该拿起来，一拿起来人就平衡了，这一拿变成10斤了，还没拿起来。可这个腰身体就平衡了，从腰那用力，腰那用力就把腰给抻了。这里告诉大家，我们精神活动集中的时候，它就能够产生力量。这力量怎么来的？从咱们气功来说，它是从气转化来的，并不是光精神一想变成力量了，不是。精神一想它变成力，这当中有个过程，那就是通过意念，通过我们精神来调动气，这个气再转化成力量。这个气，这是咱们练气功的气喽。咱们在讲第一节课跟同学不讲了吗？不练功的人身上也有气啊，也有气，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没有自觉去运用它，没有自觉去调动它就是了。可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举一动都是通过意念影响气，由气在使我们身体进行各种活动。方才我举的这个例子要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告诉大家，我们不练功的人意念一动，你要想产生力量，它是需要精神和气然后到形体这样发生作用。我们练了功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你就是比较主动的、积极的、自觉的掌握这个规律。你动哪儿的时候，一要动这儿了，气就往这儿来了，往这儿集中了，集中到这儿来了。这气从哪儿来的呢？
从咱们人体里边丹田来的，丹田肚小肚子里边，它气从那边出来的。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呢，练气功就要这么好好练的。当我们精神集中了，你一想，想50斤的气，50斤的力气，一搬50斤搬起来了，你看50斤的力气，力还下面还个气，啊，力这有力气没有？咱们中国人叫有力气，外国叫有力量，有没有力？咱们中还加个气，为什么要说有力气呢？实际上是先来了气，这个气转化成力。咱们中国话和气功都联系到一起了，很多语言里边包含了深刻的气功道理，而这些气功道理呢，就不知不觉融合到语言里面去。可我们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就没有想过这里边是气功。这有力气，好大的力气啊，其实呢是来了气转化成力。咱们说说有气无力，有点气没力量了，没转化。当然一般有气无力是个这是个坏，是个贬义词。其实从气功那边来讲呢，有气无力这也不是贬义词。有气你不化成力，它就不是力了嘛。看着胳膊软绵绵的，没什么劲头，还气很足，力量不大，但是要转成力量那也可以的。所以我们同学们呢说讲意念活动集中可以产生力量，就是通过气来产生的。咱们的病人说抽风的人来了一股风劲儿，本来没这么大力气，一抽风的时候一犯病力量很大，几个人摁不住，有个疯了，着了魔了，什么妖魔鬼怪附体了。其实呢不是，就是当时一个病理的精神集中，精神集中了，他脑子没别的念头了，就是一个人一抽啊，抽上力量非常大。所以咱们练气功呢，就是大家精神集中，精神集中就可以产生很强大的力量。那这个力量你不要去干事情，不要去干别的，把这个力量运到身体里边去，让它来增加你自身的力量，让它来攻你身体里边的病，那不就很快好起来了吗？咱们讲气功的时候不讲了这个问题了吗？咱们练气功就让它长了气，有了气，气充足了之后不让它去干别的，还把它收到身体里边来，让它直接为身体健康服务。咱们有了力量了，不去搞硬气功表演，哎呀，一搞力托双蹲，拿刀砍，拿石头砸，拿汽车压，哈，很有力量。咱们不去干这个，把那个气身体里边冲啊冲啊，往里边去冲。昨天不是嚷了个事，大刀向什么疾病什么病魔砍去啊？最好不是冲啊，不也冲一下吗？咱们这也是啊，你让他什么呢？有了气儿之后，气儿足了，让你跟气在身体里边去冲，一冲，都给你冲开了，把病冲开了，把不通的地方冲开了，这样身体就健康了。这是精神集中之后，啊，他能够使力量强大起来。这个我多讲了一点。再有就是呢，当我们的精神比较涣散，或者恐惧害怕，精神处于消极状态，力量就变小了。本来很有精神很有力量，就是精神一涣散一消极，没力量了，使人疲乏了。有不少这种情况，当你去想干一件事情，兴高采烈去了，高高兴兴去了，一到那儿之后呢，要不就没碰上人，要不就碰了一鼻子灰失败了，一回来时候垂头丧气回来，垂头丧气回来时候呢就觉得比较累。同学们想想看，为什么垂头丧气回来就累了呢？去的时候高高兴兴去很有力量啊，
那这个由于你回来的时候情绪比较消沉了，失败的念头占主导地位了，这这么一来呢，力量就变小了，这是一种情况。再有呢，就当你精神一分神，啊，精神一分散，该能弄好的事情弄不了了，就是当你正在集中精神干着一件事情费个力气的时候，如果别人一叫你，这一看门一说话，好喽，一劲儿就把你就扛这个东西就把你压坏了。什么道理呢？这是精神分散，把那专一的精神分开喽，力量也就分喽，那一分神，力量往那儿去了一部分，原来这儿的力量就少了，这么一来呢，这儿就承受不了了，就容易出现问题了。咱们俗话说一心不得二用，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上。我们不练功的人，你精神分散了，力量也就分散了，这是一种情况。再有呢，就当你比较害怕的时候，恐惧害怕也可以没有力量，本来是有力量的，一恐惧一害怕没有力量了。有的人一害怕连站都站不住了，咱们俗话说吓得直发抖啊，一紧张害怕这抖着站着这样身栽倒了，那力量哪儿去了？那不也是由于精神的缘故，是力量消散了吗？我们练气功呢，就是要避免这些不利的因素，免得把我们的气让它耗散了，免得把气通过精神因素让它跑了，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东西。这是第一方面，精神可以改变人们的力量的强度，可以改变力量大小了。第二方面，这人的精神能够改变人身体里面的物质状态。大家一听啊，说产生力量嘛，这还能懂，说人能改变我们身的物质，那怎么能可能啊？精神就是精神嘛，怎么能改变物质呢？说没有物质能变成有物质了？没有精神啊，没有那个没有精神呢，精神没有了，那物质就没有了。本来没有，我有精神，物质就有精，就有了。这么一搞，不成了唯心主义了？其实呢，在人体里边就是这个样子。本来没有，没那么个东西，精神一起作用，东西就物质就来了，啊，物质就来了。咱们给同学们举点例子就行了。对小孩子最突出，你要懂刚懂事的小孩，你就给他讲，给他讲好吃，这个好真好吃啊，什么那个什么汤活的又甜又酸又甜呐、啊，就果丹皮又甜又酸又甜，那个说一说，那小孩子那哈喇子就流出来了。这什么道理？他并没有吃上那个汤葫芦。你跟他说一说汤葫芦怎么好吃啊，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啊，这不就是精神因素吗？通过精神因素变成了口水，那就是物质，这不就是精神变物质吗？有时候我们自己想一想，我吃个酸山里红，我这酸真酸呐、啊，裂巴牙都酸，这酸的口水一想酸，马上那个嘴里吐那个唾液就来了，这不也是精神影响物质吗？咱们看《三国演义》，不过曹操说他那个部队行军都口渴了，没点喝水的，咱们快往前走吧。前面一说梅林过去了，有梅林吃那个酸没有酸又甜的解渴了啊！一说这个战士们都不渴了，嘴里边来吐沫了，这不也是精神变物质吗？其实这样例子很多呀，这样例子很多，嗯。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东西啊，这是在正常的情况啊，病理状态也更多喽。精神因素能使人病理状态发生变化，有的人一发愁，头发白了，这愁一愁白了头啊，俗话这句话吗？发愁不是精神因素吗？
头发白了不是物质变化吗？这不很简单吗？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哈、啊，一夜把头变成白老头了，头发全白了。当然是说一夜把头发全白了，可能说的夸张了一点，但是你要说一夜出来不少白头发，那是可能的，一发愁头发白了，这个就是不少见的呀。如果我们咱们年岁大的同志们呢，响应文化大革命当中，不有的人就是挨了两天痘哈、啊，头发白了哈、啊，不有这种情况吗？精神一受压抑，白头发了，这本身就是精神改变物质，这是病理状态的，病理状态的。所以无生有，没有可以出来，有可以变没有喽啊，有变没有了，咱们一般正常人这是不太比较难了一点，因为咱们自己没有用这个东西去。但是我们搞气功啊，已经是有过这种情况了。这是88年我们上佳木斯气办气功学习班呢，但学习班快结束了，我去讲课，那时候一般的我还一个班呢还能讲个六七课了，现在一个班一课也讲不了了。那时候的一个班讲六七课，全国到处跑，讲了浑元气理论，讲了足场理论，讲了运用意识理论。那个参加学习班的一个女同志是一个个体户，她很会用脑子，她本来没有什么病，她就想啊，我练练功脑子好使唤，将来我再做买卖做得更好点啊，身体健康一些。他听了说咱们练Zhineng Qigong啊，意识能变，意识能起作用，有没东西用意识一想也可以有东西，通过那个气儿，又讲了浑元气理论，又讲了足场了，没有这种一想，哎，有了，有了以后变没了。他想什么呢？这个同志他天生的有一点畸形，有一点那个自己不够理想的地方，就他两个乳房非常非常的小，他就想呢，我想用气儿一聚把乳房长大点儿啊，他就想乳房长大，一下乳房没长大，一下乳房长出个瘤子啊，长个瘤子又胀又疼，哎，一摸呀这胀又疼，把他急坏了，找老师这么说，你看跟老师讲，先长乳房没长，乳房长出瘤子来，他就想浑元气，咱那浑元气不说浑元气聚则成形吗？浑元气聚则成形，聚则成形，他讲浑元气聚，哎，聚出个瘤子来。最后一天了，最后剩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讲课了。那个讲课人很多呀，那是在一个俱乐部里边，那人呢挤得满满的，一点都动不了了。他就赶紧写条子，写个条。说庞老说长个瘤子该怎么办呢？他说，要不然接收着带着个瘤子回家不倒霉事吗？他就让这递个条子，接着别人就不理他，别说话听课，这递条子给条别说，谁也不理他，把他急的呀，急坏了。这要是看了看，看了一个老师在旁边呢，老师你看我这儿长出个瘤子来，因为那个夏天呢，搁这个这个搁这个汗毯一摸比个核桃还大了，又硬还疼，所以看你找老师什么吧。老师拿个条给送上来了，我看了看，我这个念了念，我就挺笑的啊。他说他老师说我运用意识没运用好，我乳房没长大，长个瘤子，这边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让它长出来，一聚出个瘤子来，你在那散子乘风再散了不行了吗？这一散它就没了吗？他一听，他说对，这不行，他散一散，哎，又没了，又给啊，他又高兴啊，他又在最后他说没了，就没了，就没了。其实咱们智能功呢，处处都是用这个，咱们治病也是用这个，交功也是用这个，它也是通过意念，通过浑元气在起作用。骨头断了，一发气，长上，把浑元气一聚，把骨头给接上来，长上了。你只要有个溃疡病，一发气，往那一聚，那溃疡长上了。那儿破了，一气，气，那个气到那儿一聚，长上了。
你只要有瘤子，散散散散，有就散开散开散开，哎，散就散开了。其实咱们练智能功啊，一点都离不了这一点。咱们人体里边正常既有这些作用啊，本来既有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大家不知道不懂得，就不会积极主动的去用它。那么身体里面有各种物质，有各种激素，有各种酶，身体里面有各种东西啊，它那个化学反应非常非常的复杂，都有的。它要没这个东西想，有想来了来了，它来了，长出来不就行了吗？咱们这个唾液里边含有很多东西啊，含有几十种化学物质。你怎么一想唾液来了，它咱们就甭想说一行，你就想唾液来了，唾液来了，你们就咱们唾液们想，您看我满嘴唾液，一嘴唾液水，唾液来了，唾液来了，舌头你赶紧动动，唾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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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么动，嘴里边就来唾液了。你们试试看，我一说大家跟着想，这样你会跟着用意识啊，你长本事的，长得快了啊，长得快了。因为我这一边讲给大家带着信息讲的，你这样去做呀，就好做了，这问题啊。你看这么一想，唾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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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动动，唾液来了，唾液来了，唾液想想，哎，嘴里边来唾液了。唾液能来，里边很多化学物质能产生，那么身体其他地方呢，这些物质呢，你也想来了来了来了，哎，这就好了。那有病想去了。去了把那个病消了，杀菌的把细菌杀死了，杀死了身体里面就杀细菌的那个东西，他就去了杀把细菌杀死了。有些东西新陈代谢，咱们身体长什么东西给人破坏了，把它破坏了吸收，它就给你好身体好的功能能吸收的，吸收去给吸收了。你就想啊，它就自然而然起变化了呀。因为现在美国他们不懂得气功，他们搞什么呢，他这么想，想那个身体白细胞多了，白细胞吃那个废物那个功能增加，想那个白细胞那个白血球了，这样一个张嘴哭着哭着吃啊，吃那个吃那个，把那个脏东西坏的都吃了去了，癌症把癌症也细菌吃了，有个这细胞就把那个癌细给它破坏了，什么就把那个废物吞走了带走了，哎，这么想，有的病他也管事啊，因为他叫不知不觉的，这就是利用了气功的道理。他们没有上升到气功的规律，没有升到那么高度，他碰上了，他那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那么个东西。咱们搞气功呢，是一整套知识，全部的理论，大家去正确的运用它。咱们练气功啊，就练这个精神改变物质状况，这第二个意识的作用。第意识的第三个作用呢，就是对外界的刺激。当外界什么事情刺激你一下，给你个作用，你要对它起反应，这个精神活动可以改变你对它外界事物刺激的反应的强度。比如说那个东西刺激一下很疼，这本来应该正常有的反应，把皮肤碰破了，这个客观存在，把皮肤碰破了，它就要给疼痛，人这里有反应，这个反应过程又和人的精神状况不一样。同是一个事情已经作用到你身体上了，精神状态不一样，结果不一样。但有的人很勇敢啊，很勇敢的人，你要给他一个刺激，他就不怕。什么道理呢？这就是精神作用，它有精神抵抗作用。你要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吧，我不怕你，别人打你也不怕，哈哈。为什么呢？这准备好了，打给一拳也不觉得疼。你要没准备好，你要不知道，打你一拳就疼，这是一种情况啊，大家要注意啊，这是一种情况。咱们练气功啊，就要用这个。这是积极的，打你一拳，开玩笑，我揍你，我不怕，来吧，一挺胸脯，打一拳，咚咚咚，打几拳没问题。这也是精神作用，精神作用，什么道理呢？精神起作用之后，把气运过来了，一来一挺胸脯，气儿来了，
这有气了就不怕打了。练硬气功就练这个的，把这功能加强了。练硬气功不是不怕打吗？拿石头打，拿棒子打，拿刀砍都不怕吗？这也是把咱们普通人这个功能练强了。因为一来气就过来，打拳不怕，把这个功能练强化，就是硬气功啊，哦，硬气功。还有呢，没有用这样气做好准备，但是这个感觉可以不一样。当你拉个口子，拉着一个口子应该是疼的。如果你精神状态不一样，我为了成英雄，你拉吧，我不怕疼，拉着一下也不怕疼啊，拉个口子也可以不觉得疼啊。像关云长不叫刮骨疗毒吗？也华佗要给他打麻药，不要打，没关系，就这么拉吧。有这种情况，还过去那个打赌啊，把一个这个烧红了的火套放在腿上，不疼啊，不疼啊，不言语，他疼不疼？也疼，但是他觉得疼的不是那么非常厉害，咬着牙过去了。有时候一害怕，你也不这么。精神不做好准备啊，你别说烧啊，你火点高温一去，哎呦哎呦，你吓跑了，就是这个精神因素不一样啊。这个庞老师你讲的这都是邪乎，他们那种真的那是亡命徒，不想活的。咱们普通人哪这个样子呀？咱们普通人也有情况。那这个呢，当你精神不注意的时候，碰个口子也可以不知道疼。比如咱们在家里边做饭啊，切菜不注意把手切一块，疼不疼？疼，疼得厉害吗？疼得不那么厉害。但是如果咱们现在我也拿这个刀子，挺亮挺亮的，那个大刀拿着，把手给它伸出来，我切一块，拿刀我锯一下子，咔锯一下子，这么一说的都机灵机灵的，就得机灵的慌。那为什么同样你拿那个刀大菜刀切一下没那么疼，我这拿个刀准备好了，我要切了啊，要切了啊，说两句再切，你一切非把它切晕了不行，什么道理啊？这不是精神因素吗？当然你这说我是英雄，我就不怕，来吧，老子不怕你啊，切一下也能切得了，也可以不那么疼，又是前面那个，又属于前面那个类型了，精神对抗了，我前面讲那个类型上去了，对不对？这不都是精神因素来改变外界客观事物它起的作用吗？你就得反映状况吗？所以这些问题啊，同志们只要认真想一想，就能够领会到这个精神起多大作用啊，起多大作用。我记得我们实习的时候，我们学医啊，学医实习毕业以前生产实习，说上医院去实习啊，穿个白大褂。那时候现在医院什么样不大清楚了，我们那穿白大褂的时候呢，实习生啊就带个蓝布条，挂了个蓝布条。你看医生呢就是白大褂，实习呢带个蓝布条。一开始那病人呢不会知道蓝布条怎么回事，刚一用不了一个礼拜就给他，哦，这是实习的，这是实习的。你要是实习的，这病人就不让你看啊，为什么不让你看呢？他拿我学呢，他不会拿我当学当架手来学来了，他不让你看啊，不让你看。有时候还得说好话啊，哎呀，让他们看看吧，越说让看，他们得学习学习啊，越说学习，你想一个病人谁要拿自己来学习啊，他不愿意看。一般呢，我们那个学什么都得学啊，从最简单开始，一般的护理东西做。外科换药，这样一个窗，你给他换药，人家护士们呢，拿那个镊子，把这个，你看这拿镊子，就一夹，把那个外头给他，刺喽，一接就接走了。但那个病人不让疼，我没给他弄的时候呢，拿酒精给擦一擦，慢慢弄啊，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这还一弄，他哎呀，疼死了，他让疼死了。什么道理？他故意让疼吗？不是，
他的的确确是真感觉到疼了。他怎么感觉到疼的呢？你怎么轻轻地搞，为什么还疼呢？他说他害怕，他不会弄，一弄准弄坏了，你这还没弄就哆嗦上了，你轻轻一碰着觉得疼，就这么个道理。有时候你用把那个布给他拿下来，那纱布啊敷了拿下来，用给它轻轻的上周围啊，拿酒精先上周围外面擦一擦，消消毒，离那个伤口还老远呢，你在那一碰，那个酒精一凉，他哎呦怎么回事，你要一碰一下，他就哎呦，就哎呦一下，就是因为拿那凉头一凉，他就觉得是疼，他一安静了，哎不是疼，他等他自己精神稳定，也觉得不是疼。这样例子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听呢觉得很好笑，其实呢这里是常有的事儿，常有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这样的心理作用，当医生的也并不是说就过了关了，有当医生的他也不让实习的弄，也不让实习的弄，他就是害怕。所以在这一点我就给同志们讲啊，这个精神因素很关键，你外面来个刺激，精神状态不一样，到最后表现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这是对外界刺激一个情况了。再有呢，外界的事情你的精神注意和不注意也不一样。比如说这儿几个人在说话聊天，说话说得高高兴兴的，正高高兴兴说呢，那边来两个人摇摇耳朵，说看看你，看看你，你一看这个情况你就多心，他们是不是说我呢？啊，这个注意了又不好意思过去，怎么办呢？摘了耳听，听他说什么呢？这么一摘了耳听啊，就把周围这几人说话给听不着，哎，把那个人说话呢到一句半句倒能听到一点，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我们精神集中了，你这精神往那一集中，就把你的精神和它连上了，就把他那个信息物的量啊，你给连到一起了，就对你的刺激就强化了。你不注意这个事情对你的刺激就小了。这就是咱们精神的选择作用。这个问题可能同学们不是每个同学都经受过，咱们再说一个经历比较多的，比如当你聚精会神的做一件事情，看小说啦，看电视啊，或者正在读书啊，或者正在集中精神搞什么一件事情，你正在努力完全集中了干了，旁边来叫你老李小李，叫你几声可以听不见，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你的精神集中这个了，没注意那个东西，没注意他，别人叫你这么大声音都可以听不到，这不就可以想象到这个精神因素有多么重要了。我讲到这一点，再反过来说，咱们搞智能气功或者其他气功，讲练气功你要有信心，你要注意，你不注意，你不相信它可以对你不起作用。有的气功师讲信则灵，这句话你就好理解了。比如说我们组长组织大家要注意，你都要注意，要精神起作用，精神，你这人让你注意你也不注意，不仅不注意，他说瞎说八道，没那个事儿。好了，你这么一来呢，不是个一般的不注意了，你还来个对抗的作用，这一下子的话在你身上就不好起作用了。咱们同学们想想看，我讲道理讲到这个地方，你再想一想，咱们练气功要你相信，要你集中精神，要你主动配合，它好起作用。你要想能主动配合，你不相信它行吗？相信是前提，有了相信你才能够集中精神做这件事情，没有信心不相信他做不来给一点。如果你要反抗他呢，根本没这个事儿，就跟那个一样，来吧老子不怕你，跟那不一样吗？
可以因而不起作用，这叫做意识对抗。意识一对抗呢，好了，身体就起作用了，这个对抗作用了。为什么有时候给人治病给人发气，那些不相信的效果不这么好啊？但我就不向你们气功发功外气治病，你给我治试试看好了，我就相信。我就这么讲，我说你相信我才给你治得好，你又不相信我就治不好。他说你们不科学，我说我们科学的科学道理你还没听你说过呢。咱们在前面讲的就是气功科学道理，因为他们没有听见说过，他就不相信。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大家就应该明了了，我们为什么让大家积极主动用意识，为什么要集中精神，为什么要想好的，好了好了好了，为什么这么想，它在起作用。这讲了三个作用了啊。讲到这个地方呢，同学们就讲啊，庞老师你讲的心理学，我说对，有心理学，但不全是心理学。如果你要把它算作心理学，就得把心理学的范围扩大，范围扩大。因为这个意识它还可以起别的作用，不仅对自己起作用，心理对自己起作用，对外面不起作用。可是咱们的精神呢，对外面还能起作用。咱们气功一发气，瘤子要消散，瘤子要消散，瘤子要消散，通过气功师的精神把外面物质变了。他说这样，人家不相信，人家不相信。咱们外气，咱们昨天不讲了吗？外界使得癌细胞发生变化，使细菌发生变化，这也不也通过意念呢？而且这个细菌，你发外气的时候，一发气让细菌长，快点长，快点长，快点长，哎，细菌就长快了。一发气，细菌要杀死它，杀死它，杀死它。你都是发气呀，一个是让它死，一个是让它长，两个意念不同。结果不一样了，这就说明咱们意识活动不仅对自己起作用，对自己以外的事情也可以起作用。而且美国也搞过科学实验，还不是气功师，咱们普通人也有这个作用。搞的什么实验呢？他们这70年代搞的实验，发表在1978年的《美国科学年鉴》上。就随随便便找人来，他搞一个电子温度计，电子温度计这摆着，来了人自己就想想那个温度计升高，温度计升高，要不就想想着降低，降低，降低，这么想着降低，想降低或想想升高。经过了7000个人随便打就找人来搞实验，想让它高，让它高，让它高，那么想。经过统计之后，用统计学的处理方法之后，证明了是起作用，啊、哦，是起作用。不过作用非常小，哈、哦、哈，那个温度计变多少呢？变了几千分之一摄氏度，但那一度很小了，它几千分之一摄氏度肉眼看不着。但是呢，仪器检查出来了。另外还搞过电子干涉仪，用两面小镜子把距离固定好了。然后呢，想想着距离缩短，缩短，缩这么想，缩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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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想，也是经过7000人次实验，结果也是肯定的，也缩短了，不过也缩短非常小，缩短了几万分之一个厘米，小它也变了呀。这就说人的精神可以改变客观事物，当我们认真用精神想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很好起作用了。咱们不也讲过搞过这样的实验吗？咱们在场上自己没有病，家里边也有病，就想家里边病人好了，想他好了好了好了，那么想，哎，家里边人都好了，这意识作用啊。大家就想说意识作用能多远呢？多远都行，哈、哦，多远都行。反正咱们还没做过别的实验，别的星球没搞过实验，反正地球上一个地球都行。在美国有过一次
有过这个事情啊，从咱们这儿在美国那发气儿，用意念来解决问题。